我非常非常的悲痛，这是一场没有诚信也没有道德底线的选举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抹黑造谣从来没有停止，不止影响我的选举呢，也妨害也伤害了我的名誉。庄瑞雄委员，他作为民进党全国不分区的立委，他却信口开河，奋力的恶意抹黑，完全违反了民主精神。庄瑞雄委员昨天的发言根本就是恶意的抹黑，完全没有依据事实，也与事实不符。庄瑞雄委员昨天说，有113席立委的言论根本就是子虚乌有，胡说八道，何志伟绝对捍卫台湾的自由与民主繁荣。选举的奥波更是人格的污蔑啊，王世坚议员啊，他做这些伪证啊等等的，之前过去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攻击过，他这一次甚至啊自导自演抹黑啊攻击造谣，完全不顾及道德以及诚信，抹黑本人，我必须用司法来捍卫我的清白以及名誉。